这辆机车是粉红色的，而那辆脚踏车则是黄色的。你会说，This scooter is pink and that bicycle 或是 that bike is yellow。脚踏车你可以说 bicycle，也可以说成 bike。第二题，你们的新棒球教练不是既强壮又英俊吗？既强壮就又英俊，叫做 strong and handsome。Isn't your new baseball coach strong and handsome？这里的 isn't 放到前面，因为它是疑问又否定，中文就是讲成不是吗？不是吗？请注意哦，这是一个 yes no 的问句，所以你句子里面的从要移到句首，那后面的答案 yes he is，是的，他是，因为 is one 基本上就是 is 答。第三题，你饿吗？不，我不饿，我很饱。那么各位同学，请你特别注意“饿”，因为它不是动作，所以你的句子要加一个“是”，英文会讲成“你是饿吗？”不，我不是饿，我是饱。因为饿跟饱都是形容词，形容词不是动词，要加“是”，你就会讲成 “Are you hungry? No, I'm not. I'm full.” 你看，这是他们的新车。他们的是 there。哇哦，它真是又大又美。来看答案。Look, this is their new car. 哇哦，it is，或是你可以说 it's really big and beautiful。你几岁？我15岁。请注意，几岁？没有动作，我15岁也没有动作，没有动作要加是，所以要变成你是几岁？我是15岁。How old are you? I am 15 years old。下一题，Meg 的父亲几岁？他46岁，也是一样，没有动作要加是。How old 是问人家年龄。How old is Meg's father? He is 或是 his 46 years old，请注意，因为46是一个数字，所以要连起来变成一个数字，把它连成一个字的意思。就像你在开乐透彩的时候，46号会是一组号码，它在一颗球上面，所以你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字。那只兔子如何啊？它很虚弱，没有动作要加是，虚弱。没有动作也要加是，就变成如何叫做 how。How is that rabbit？或是 How's that rabbit？It's weak，或是很，把它写进来。It is very weak。他们几岁？对不起，我们的猫很酷、很可爱又很聪明。Our cat 也是要加是哦。Our cat is cool, cute, and smart. 他们几岁呀？汤姆3岁，Jim 1岁。How old are they? 也是一样，没有动作，要加是。Tom is 3 years old, 3岁，岁要加 s，因为它是复数。And Jim is 1 year old，请注意。这一题很刻意的用一岁来告诉你，year 不要加 s。这位17岁的女孩是我最喜欢的作家。This 17-year-old girl is my favorite writer。请注意，17岁的是一个字，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词一定要是一个字。那如果它是三个字怎么办？把它用连字号连起来，就变成一个字。所以嘞，如果你说17岁，你会说成 17 years old，没有中间的连字号。可是17岁的就变成 17-year-old，而且这个地方没有 s，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哇哦，他好年轻！Wow, she is young. 没有动作要加是。
你的阿姨好吗？意思就是你的阿姨如何？还不错，谢谢你。如何叫做 how？ How is your aunt？ Not bad， 还不错。Thank you。他是一个非常仁慈的男人。He is a very kind man， 非常仁慈的男人。我了解了。I see。好，请注意，了解是 see， 不是我看到了，而是我了解了。